救过的英雄，酿酸过多，自作自受。有唱完这首歌，不要被动力火车告。不知道他们是哪来的冲动，想要改编动力火车的冲动，把冲动变成痛风。听说呢，这是作词人的亲身经历。让我们欢迎动力风车为我们带来的痛风。这么认真，史内普，史内普，有，是是是。书信的时候，脚好像有点抽痛，想不起昨日跟主管怎么弄，我毫无保留威士忌高粱套啤酒，啤酒再套米酒，让我慢慢失控，慢慢失控，一点的时候跟你说细水长流，你当作耳边风，说三点还很久，开两瓶啤酒，威士忌高粱套啤酒，这招刚刚用过，刚刚用过，痛风，我的脚在发抖，明明脚就没伤口，走没几步就颤抖，你选择走，我选择坐，还是被普林捉弄，救过的英雄尿酸过多，自作自受。哎，就跟他说不要喝那么多，他硬要喝，没办法，现在只能送他去荣总了。希望我唱完这首歌不要被动力火车告。苏醒的时候，脚好像有点抽动，想不起昨日跟主管怎么弄，我毫无保留威士忌高粱套啤酒，啤酒再套米酒，让我慢慢失控，在发抖，明明脚就没伤口，走没几步就颤抖，你选择走，我选择坐，痛风，他的脚在空中，就劝他不要再拼酒，还是被不灵捉弄，救过的英雄尿酸过多，走，我选择坐，乘风，他的脚在风中，就劝他不要再拼酒，还是被不灵捉弄，救过的英雄尿酸过多，自作自受。这是我朋友真实的经历，哇，喝
有痛风，真的很痛。希望我唱完这首歌，动力火车会找他喝。掌声鼓励动力火车。哎呦，哎有啊！哎，我跟你讲哈，有认真哦。今天突然间也发现了一些，在表演过程里面，我们找到一个心意。哎，霸天这个发型是帅的，对，真的吗？这个发型 OK， 对，结婚甚至可以用这个头。哇，我先把它婚礼了，婚礼用这颗。卓一峰的话，卓一峰不要留长。对对对，真心建议。他这个歌里面感觉那改的咸度不够，不够重口味，不够痛风而已。真实经验，前面这个冠军席上面去什么妇产科啦，坐满了下流的人们。下流的人们这样，但是我们这个歌呢是有被那个原唱听到的，在演唱会，演唱会上，哦，动力火车演唱会，秋晴哥有特别在演唱会讲说，这首歌唱的时候都会想，脑袋会想到痛风。他们要唱冲动的时候，对对对，他 Q 现场，他 Q 大天说，哎，大天你不要再学了。啊，你有去现场？他有现场看，然后刚好两场他都有讲。歌词是你们改的，这个歌词其实是我们两个一个共同的音乐制作人朋友，对，他就是喝到痛风，痛风本人，对对，他今天原本也想要来这里唱，但是他痛风，但他又痛风，所以普林的捉弄，对，普林啊，普林的捉弄是那么痛，我们应该跟那个顺哥来连线，哦对对，到底痛风，他那个痛风哦是痛到没有办法站，我有很多次去商演，那个制作人跟我一起。我都是推着轮椅带他进去，这么痛，痛成这样。我有一个朋友也是痛风，后来经过一个很厉害的医师，治疗以后，从此就 OK 了。这么推荐一下，这么厉害，他使用截肢。打下去，不要弄合理啦，少喝酒啦，少喝酒重要。因为有些人是遗传，那个就是真的比较可怜一点点。但我这个歌呢，就是。圈内好友也很喜欢啊，真的吗？谁？江宏恩大哥，哎，有一次就是在春酒遇到我，他还指定要我在那个啊要唱这首唱，然后可是因为他们是医疗相关的，所以我不好意思唱，感觉有点在唱衰他们。对对对，后来我没有唱，但他后来就很失落的离开了那个。他就是想听，他就想他说他看这一集啊，对对看这一集就可，唯一可惜就是他们两个太震惊了啦。这反差，因为他还在慢慢的变化，他现在只是快要变谐星了，他快了。因为卓一峰的歌声那是没话讲，对，太会唱了，歌唱的真好，连张学友都说，哎，卓一峰模仿我唱的真好，张学友注意到了，对，被注意到了，有他说你唱的真的很好 ，Jacky， 真假？对，但是就是说你内心有没有慢慢在改变啊？就是说。我好像变成谐星比较有赚钱，有啊有啊，你可以多来大热门，认真唱歌哦，一年接不到三个通告啦，他在那里模仿张学搞笑微博，从一块要六个收割，哎，现在通告满档，哎呀对呀对呀，你看你这一两年来到我们大热门，有没有过正经唱歌？没有，好像没有，因为我觉得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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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小胖对抗，有了，跟小胖，杜少颖跟杜少颖 PK 的时候，我们节目超屌，连翁立友都已经快要被搞疯了，对啊，翁立友大哥，没有，翁立友都已经打算要放弃治疗，真的，每次来加入谐星界要搞谐星的，谐星比较赚，没有那么会唱歌的谐星，对对，我下次再努力。你这个哈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做一个改变，长发 OK， 长发 OK。你一开始是背对，你一开始背对，神秘感，神秘感需要。那等到你唱的时候，你转过来，这边才是长发。到底哪一面才是正面？很神秘哦，神经病。对，观众唱完还在猜，到底是谁？这个演出就成功，成功了，厉害厉害。间奏的时候，你只稍微撩开一个眼睛。不红东打，这个好棒，是人家会好奇耶。要用一点策略，来，你们三位，是你们觉得这位朋友能够挑战你们吗？大天哥，哎，对，可是他刚刚有一点，对，如果写飞一起破音，还可以，对对对，有破音，对，有破音了。啊，纠正你破音。对了，还是很紧张。这种烂歌，你们还在乎破不破音？其实宪哥，我觉得哈，很改的好不好？对，我觉得不相上下呢，就是这边也好，这边也好，我觉得应该要让整个谐星界团结一点，一起做。我觉得叠上去，我们就效仿李唐华，李唐华艺术，重叠。你这个 idea
idea 是不是？是一个 good idea。恭喜另外两位在上，卫冕者王。没有，我们坐这，我们坐这，我们看最后可以容纳几个人。你坐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可以，可以这样，可以这样。和乐融融，越来越紧张哎。我们为什么看起来很滑稽？